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居民朋友们，亲爱的同事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首先，请在座的老师、学生的同学们、师长、小王老师，俺们老师祝你们的孩子高兴。我是主持人安莎杜烈。男女要三思，不要讲。大家安静啊！很荣幸在这里与大家去一堂音讯的时刻，我们向大家拜年拜年了，大家过年好！同龄的我说，你们特别想吃点什么？但是最近比较不想吃了。好的，拍个肩膀，把我们的队伍组织起来，我们拍出来也是很好的。好的，这样。和居民群众朋友，致以新年的问候和真挚的祝福。伴随着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伟大祖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朝阳社区的各项工作也进入了新阶段。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大家能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关心朝阳社区工作，共同进步，共同提高。最后，我代表朝阳社区全体干部，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事顺心，新春快乐！给大家拜个早年，晚安。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的各位居民，2017年，大家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生活安乐，身体健康。借此机会，我代表华人民政局保护区驻村驻社区工作队，在这里给大家拜年，祝各位居民、辖区的各位小朋友、老人，在2018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谢谢大家。今天是公交站的司机，我是跟你说，早上跟我们一起跑的两个人是你发现的。我们社区和我们的辖区各位居民和海上大学生的精彩的节目马上要开始。第一个节目是我们中共团退休的国家二级演员哈哈尔叔叔的唱一首歌，请欣赏。香山甘露
Let's go.